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美联物业 Coco， 今天想跟大家介绍智南天一个四房的单位。这个单位虽然位处低层，但告诉你装修一点都不差的，快点带你看看先吧。这个呢就是玄关的位置了，其实挺好啊，可以放鞋柜嘛。饭厅就真的非常大了，我见过有客放过张白人餐台的。咁客厅当然都唔失礼啦，如果你话一张三人嘅大梳化就绰绰有余啦。走廊有窗，少见啊咧，都几通风噶。而另外几间房咧，个景观基本上都系一致嘅，都系望翻足球训练学校嗰边啦。最紧要系永久景啊嘛。嗱，呢一间咧就系一间。其中一间啊，个景观唔系望足球训练学校嘅，反而咧就系望翻首都嗰边。咁不过放心，前面起紧呢个位置其实都系公园嘅位置嚟嘅。呢间咧就系主人房啦。之前咧其实业主都好花心思啊，将呢个窗台位置咧变成大衣柜，因为反正呢个窗望个对面都系楼嚟啫嘛，其实做个衣柜就更加理想啦。呢个系主人房嘅浴室。浴室有咩特别？最特别嘅，梗系要有翻只窗啦。甚至乎客厕都有窗噶。呢间士多房就 very good 啦，可以做 store room 或者工人房都 OK， 而且仲有个真系客厕嘅客厕添。厨房 U 字型，相当阔落。之后大家都是不是觉得很 OK 呢？究竟低层的单位有什么人会喜欢呢？平时我都很多客问的，例如有小朋友啦或者老人家啦，其实都比较喜欢低层的单位的。有兴趣就快点打给我约看。